攻击频频侵扰台湾，先前曾以铁海三十公尺低飞闯进台湾西南空域，突破空防雷达死角，被质疑恐怕与史上最大共谍案泄露空军机密有关。台湾史上最大共谍案幕后主嫌谢习章，一九九七年以港商名义来台，潜伏台湾二十二年，减掉掌握。 他从二零零六年起，受中共军委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，以聚餐招待、出国、提供机票、现金等手法向外扩散发展组织。在高雄渗透海军，在北部吸收空军高官。除了企图吸收前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外，曾任空军司令的退役二级上将沈国珍也遭接触锁定。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处罚的太阳，就是如果把军事机密泄露交付给外国政府、人民、大陆地区的人民、港澳地区的居民，或是。 派遣之人的话，也要列一个增加的一个处罚，严防共谍渗透。行政院会今年四月通过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加重现役军人泄密刑责。台湾共谍案层出不穷，但多被判处轻刑。前共军上尉郑小江判刑四年，周鸿旭发展组织案判刑一年两个月，前海军中将柯正胜案判刑一年两个月，工党主席郑昭明父子为中共发展组织案获轻判十月一年。 共谍渗透台湾，秘密取得情报。国安单位曾估计，中共间谍在台约有五千人。过去十五年来破获的近百件共谍案，几乎都集中在军事机构。 外界关注供敌案是否会影响台湾与美国等盟邦在安全关系的合作。学者郭玉仁指出，这的确会影响军售和安全合作。美方也曾与台湾沟通，判在国家安全填补漏洞，而国安漏洞也会让美方现阶段不考虑出售 F 三十五战机等先进军备，担心会有泄密风险。新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道。